南本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本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本无南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新男子、新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咱来探讨到释迦多太子伊的机缘。 慢慢啊，你来散心咯。当伊伫树下安尼开始沉思，思考人生的苦处，人诶生命短暂，人受五欲之下，甜受生老病死诶约束无常，可可。即个时阵呢，诶，悉达多太子当沉思。 当当在上课时阵，忽然间呐，一个修行者按伊诶面头前来经过，所以讲伊修行诶路径吼，伊为众生地面诶心吼，伫遮正式开始吼，一直壮待，一直发芽，吼，一直出来，吼。 当阵音缘开始产生当伊看到即个修行者诶时阵，按伊诶面头前经过，悉达多就站起来，站起来、哦、向前行视吼，就是来对即个修、哦、行者吼恭敬诶问着一句话，哦、看到修行者啊，咱一早 伊知影即个印度嘛是安尼吼，看着修行人拢真尊重啦。啊，悉达多太祖吼，虽然吼伊是一个一个皇宫诶萨埵尼吼诶诶诶太祖吼，但看着修行者吼，伊非常诶恭敬吼。讲呢，请问啊吼，你是虾物款人？吼，为虾物你会请茶？ 甲一般诶人无共呢，吼、哦，咱知影吼，著亲像阮啊吼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入沙门吼出家，咱诶穿插吼，著含咱普通世俗人著较无共啊，吼，咱世俗人吼会当穿真济吼，穿名牌，穿真水吼，啊会当吼增加真好势，啊出家人也无啥物通装啊，吼。 头毛也无，吼、啊，阿衫永远较先穿吼，就是安尼尔，就是即种形式。但是无法啦，吼、哦，慢慢就演变啦，吼、哦，而且吼，我那、哦、要提醒咱逐个哦，佛德先正觉了啊，有一寡语言呐、啊，吼，语言吼、哦，就是甲咱警告啊，吼、哦，互咱遮地主吼、哦，小可知影一下。 政法时代、强法时代、甲末法时代是无共诶吼，吼、哦、修行诶方式嘛无共吼。咱即个有够传到中国了后吼、哦，按按汉调入来，咱以后来讲吼，咱就已经渐渐变化哦吼、哦。按吼魏晋南北调阁落来吼、哦，东调、宋调吼，到、哦、明朝、甲清朝、甲近咱现今啊。 只要咱有机会，吼、哦，著、就是拢会好好啊讲着，逐个好好啊探讨啦，吼、哦。那呢，讲咱正是无法，也是无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讲毋是无法，吼、哦，这各人诶讲法无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佛陀诶语言啦，吼、哦，是真准诶，吼、哦，是真准诶，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。 咱释达多太祖吼，成佛了后，伊嘛是一个大预言家啦吼，大预言家吼，嘛有甲遮种作遮地主吼，讲种种吼诶情形啦吼，啊未来会安怎吼，遮种种吼，其实身处咱现今啊，咱渐渐都有感受啊吼，天地的变化，人伦诶变化。 人个欲念所产生世界大自然个变化，即啊拢走袂出吼咱不变个天道真理吼咱佛学吼，同样拢有共咱讲，咱会遭受甚物款个灾难吼，拢总共咱讲较真清楚。毋则讲咱啊，既然选择了相信识迦到太子，相信了佛陀。 咱相信了佛教，咱最好啊，咱最好，甲咱诶信念尽量扩大，就是发扬光大。咱尽量甲咱诶恶念降低，安尼咱诶恶心就少。啊，咱呢尽量爱重伦理，吼，重孝道啊。佛教毋是咱想诶啊，无重孝道哦，唔是出了家忘了家哦。 一苦家一再口干难答的，哦，对父母的友好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人呢，一旦来无友好，是大人。你讲理呢，我有成就啊。讲实在，就算你真做有钱、做有权、做有势，你无友好是大人，有一天啊，哦。 咱无上到，咱知影吼，咱讲到遮吼，知影人生啊，伫这個世间啊，无常可康啊。当然呐、啊，吼生命从到终点的时阵，也报得来啊啦。吼、哦，即世人虽然你真幸福，但是做了真侪歹代志，吼、哦、对许大人有个不好。安尼，咱啊往生了吼。 你唔相信咧因果嘅人，当然伊会感觉无啥啦。但是实际上，咱真正存在了因果。希望大家谨记在心啦。不管任何一个宗教啦，其实伊讲因果方式无同而已啦。吼、哦，伊是呢用神道佛教是用嘴道啦。吼、哦。 那讲即个法界，讲即个污点，吼，其实大同小异啦，吼、哦，区别无解大啦，吼、哦。中国伊嘛按盘国开天地讲起啊，讲佛伊讲女话，是安怎做人啊？吼、哦，西方吼，讲因诶天赋啦，吼、哦，讲阿东讲夏娃啦，安怎做人、啊？这进程我都披露过啊，嘛，哦，而咱讲这個。 是大多太度正常，咱拢有遮做遮，比如，所以讲，其实从教性啊来讲啊，拢是希望咱逐个做好。伊讲的因果无共而已，因即个责任的角者，伊的行事方式无共而已。哦，那讲即个大环大环境，即、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佛教伊是讲较侪，讲较深，哦。 所以，咱爱真有智慧诶人，则有法度真了解佛教，伊到底是咧讲啥？吼，咱知影讲有当时啊，佛教教咱传教咱遮一切唯心所造诶唯心论，哦，即唯识论，吼、哦，大个拢拢真清楚，因为深入佛学诶人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真有智慧啦，吼、哦，伊毋则有法度讲经，啊，是我吼较在所学浅啦，吼、哦。 今仔日我无选择去景点来讲，吼，是摕着吼佛陀一生来讲，吼，要讲到到咱佛教，吼，安尼过程，互逐个做参考，吼，是安尼原因，吼，可能我对吼即个景点吼无够理解，吼，我毋敢吼安尼凊彩讲啦，吼，啊，咱若来讲遮吼佛陀一生较好讲嘛，吼，因为逐个吼拢知影。 我进前嘛有讲吼，你看电视啦、看电影啦吼，听人讲诶嘛拢知影，吼知影讲佛陀是太子，吼伊放光光吼，著亲像我进前吼，十外年前吼，著来教咱逐个唱念吼，遮诶赞文内底我嘛有小可解说过，吼在内底吼，即、這个五修行内底著吼，识达到太祖吼，识吃佛光光吼，太祖吼。 来设风景，嚟修行，哦，六念的苦行，吼，再来度众生，吼、就是，即个是为虾米？我讲问咱进学佛的人啊，吼，咱对经历嘛会了解，对佛事嘛会了解，啊无呢，吼，众生啊，吼奇奇怪怪的代志真济啦，吼，毋是敢若靠讲的就会解决，有当时啊一寡口耳仪式的想念，咱嘛拢爱会晓，啊无人阿讲。 事你敢会当来替阮做一两件，做一两些建一咧，啊，咱也拢未咱咧办案做，哦、就是，就、啊、你请别人，安尼就无办众生所这啊嘛，哦，安要度众生度一点困难，要度众生度一点困难，唔再讲学佛，咱文，对佛理嘅理解，哦，是尽量因为咱。 个人吼智慧有限啦，吼个人的上瘾方式嘛无同啦，吼学佛学的唱念，咱嘛是尽量去学习，学拢无止境，吼学无止境啦，吼学无止境就是佛理嘛爱用心去个了解，吼佛书嘛爱用心去个了解，吼。 就亲像讲佛输大吼，大到做盐口、做水路、做粮房，遮种种诶佛输，咱拢爱尽量会晓。明知影讲吼，每一个人吼所做诶产量、法则拢无共，但是咱爱尽量去学啊！吼啊，人吼时间有限，会当学偌济，就学偌济。对服力诶深入，咱会当学偌济，就算偌济。咱尽量卖海苔。 哦，尽量认真、用心去甲做，去、那、甲、個、了解。哦，安、啊、尼自然咱福报就会增长，自然咱就有法度文武双修。啊，当然获得当时个文武吼，识得倒太子啊。哦，因含咱就无共款啦。哦，无共款。啊，咱今修行已经做三文啊哈、哦，咱做一个出家种诶比丘也好，比丘尼也好。哦，咱就尽量啦。哦，认真修行。 哦，喺文学内底，嗬，佛学内底，咱就尽量了解佛理，含众生结缘，讲互逐个听，哦，不管伫电视顶也好，无伫电视顶也好，咱就尽量，哦，来含众生结缘，替众生来释疑。若伫佛事中呢，众生若真正嗬有困难，寺院要做发挥，嗬、哦，或者是众生内底，嗬，有人拄着。 较无好诶，吼、喔，诶诶，代志了后吼，著、喔就是较悲伤诶代志啊。讲较明诶著是家内若有人吼离开，咱尽量买当去帮人吼、喔、做服侍，给因念佛，破费，逐项好啦，吼、喔。只要吼、喔、咱逐个若有需求吼，心意发挥，吼，将什么普费我来做会够，有时间我会尽量帮忙逐个嘛，吼、喔。所以讲文学吼佛、喔、学。 文，咱嘛爱了解；武，就是咱诶佛术、科技，这拢咱拢爱了解吼，小小事按普佛，大事较水了，咱尽量去互人得因吼，做和家和逐个吼拢会当欢喜心結善，得入新年，安尼较得吼。好，咱讲倒转来，讲了较远啊，研究倒转来吼，逐个较勉强一下吼。 不得、哦、看到这个修、哦、行者吼，一真恭敬境界门啊，吼，那即个出家即、這个修行者就甲讲，我是出家的沙门，哦，這就这着重点啊、哦，哦，哈，咱做佛教徒，咱爱先了解一项，第释达多太子阿未先正觉正前，敢有沙门有呢？ 吼、哦，咱看佛道吼，一生证得了，甲咱讲过去七分啊，吼、哦、过去有六分吼、哦，必薄四分到七分，吼姿势啊，咱则着真清楚啊，毋是十刻佛。吼、哦，伊呢，成佛了才创立三文了，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，吼、哦、过去的有啊、哦，吼、哦、这三文就是修行者，所以讲佛道啊。 好，于、哦、是迄当阵两千五百几年前，伫印度来显化，来显化哦，好、哦，来显化，来成正觉诶好，来当时讲法诶，但伫过去呢，好、哦，敢有即个沙文诶修行者有呢，即、這个佛道的度掉，出家修行诶人，好、哦，就称为沙文。 但是画人吼，都要亲像咱吼，安尼甲将头毛三千烦恼丝甲剃掉啊！这是咱特别诶标志啊！吼，这是一个咱晋吼称为沙门，比较比较明，比较较特别诶标志，就是甲即个头毛剃掉。吼，那过去呢，修行者吼，你若毋是讲吼，像正讲所谓诶佛教诶修行者。 伊个他们题掉的，不见得会啦，但是话嘛会啦？哦，但是所以讲世间事吼，无一概议论的啦，无一概议论的。哦，三乘佛教哦，真正的佛教是重点哦。啊，原始佛教,就教就的原，原始佛教的是佛伊也起源国家叫做印度哦，就是印度哦。这是这是互咱大家较清楚些。 啊，咱区别东团以外，当然有密宗，吼、哦，有南团，有北团。啊，咱遮身为正宗诶人，不管吼、哦，你是南团也好，不管是北团也好，不管是密团也好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学佛教诶自派而已。吼、哦，并无啥货通证执啦，吼、哦，是你修行诶法门无共，吼、哦，你自认你嘅较好，啊，你就较好就好啊。 你认为别人会较积极，吼，啊，别人就较积极，但是别人嘛会反驳啦。无一个人吼，袂为名甲利吼，吼来做一个挣扎的，吼，即免不了。所以讲，咱修行啊，咱请讲叫人平常心啊。啊，咱家己有够平常心无？吼，拢爱好好啊，家己想，吼、哦。当然要批评别人诶。中间，咱承受咱家己。 家己个错误一堆，吼，家己有忏悔有够无？吼，啊无咱去何需要产生情志诶吼，咱拢请叫人放下，咱家己有放下无啊？吼，咱一旦吼去着吼，精神个心，咱就是无放下嘛。吼，放下有足侪种呢？吼，放下真正有足侪种。吼，你是为着财，为着名，为着种种，吼即个我用。 你敢拢有放下，真困难啊，真困难。所以讲讲甲做，总是往往两回事啦。像讲咱有当时啊咧讲伦理，可肯吼有效是大人，是大人听听。啊，咱家己有安尼做无？你若做有够，则通讲啦；做无够吼，加讲咧吼，嘛拢无效啦。吼，好好啊忏悔着好，吼、哦，好好啊忏悔着好。 即当中呢，悉达多拄着即个修行者了后，即、这个修行者逐个讲：我是沙门，吼、哦，我是出家诶沙门，吼、哦。那伫因印度呢，即意涵着是出家修道诶人，吼、哦，伫讲沙门，吼、哦，着、就是安尼。那伫咱吼正确诶观念着、就是，佛得进前有出家着有出家众，吼、哦，着、就是有沙门啦，吼、哦。 那为着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出家众，着甲讲啊，吼，着甲说达多讲啊。为着求得解脱，则出家。如今我已经无家庭诶约束啊，吼、喔，讲伊呢无家庭诶约束啊，吼、喔，啊，这就有真侪含义啦。因为这这真歹科技啦，吼、喔。伊讲即句话，话着亲像讲，吼、喔，咱有诶人是有家庭、有囡仔、有事做，吼，了可以出家。 吼，即嘛、喔、即嘛是安尼吼一种情形。啊，有诶人是无结婚就出家吼、喔，是大人说咱嘛是家庭啊。吼、喔，但是呢吼，即、喔、出家伊诶含义真大啦，看个人诶，因缘啦。其实出家人啊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诶故事啦。吼、喔，拢总无共过去诶，即做书你甲看吼、喔，每一个人嘛拢共款啊吼，每一个人拢共款吼，拢、喔、有无共诶故事伫诶吼。喔 即个作书代笔嘛是拢共款，为什会出家？伊三款因缘，哦，即拢无共款。那即无啥物会通个深究诶啦，哦，无啥物通追求诶嘛，哦，像佛陀，有家庭无？有呢，伊诶家格比上个较大呢，你有想过无？对无？啊，伊为虾米出家？伊就是看着生老病死嘛，苦空无常嘛。 啊，无伊敢无家业有啊，吼、哦，伊顶悬有老爸真繁荣，年纪啊，已经渐渐有,、哦、有,有啊，吼，那、哦、伊有车主无有啊，伊有车主，吼，有 S D L，对无？伊有囡仔无有啊，伊有老小路啊，吼、哦，那呢后边咱咧讲，其实佛道诶流传诶家境吼，做一种，吼、啊，啊咱有移民，吼，讲个对，算个对就好。 所以，即、這个出家人伊讲讲呢，我已经无家庭的约束啊，就表示已经离开啊，离开家庭啊，哦，去修行啊。那修行代表吼，伊无受到吼有遮亲情、世间情吼七情六欲来约束啊，吼、哦，我远离了老病死的苦恼啊，哦，那我所去求的呢，就是不生不灭。 众生平等的境界，哦，即著是哦修行者个心境，哦，即和咱的世俗人无共啦，哦，咱世俗人啊吼，有钱人也好，有权势人,人也好，咱以早上有名著，曾四王嘛，吼，咱拢知影吼，伊呢为着要重新分路吼，派五百东男东女吼啊出海去吼，啊求重新分路约。 吼，即即足侪啦，吼、哦，即人吼、哦、为着要延长性命，想尽办法啦。吼、哦，啊人为着要权力啦，吼、哦，要欲念啦，发动战争啦，侵犯他国啦，吼、哦，使这百姓吼，安尼吼生活流离，吼、哦、破亡足侪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啊看历史落来吼，就有够侪啊，咱近代就好啊，吼、哦。 别国来侵犯咱吼，输、哦、几个国家呢？就吼咱理理当然吼，人讲支离破碎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嘛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即国统治，吼、哦，迄国统治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受尽苦楚啦。其实咱身为伫即个国家吼，真、哦、吼、哦、较幸福啊。啊来，无、哦、咱也甲看咱嘅历史吼，咱嘛是诚忝咧吼。咱嘛即个统治过来，迄、这个统治过去嘞。 现今的咱呢比较自主,主的意识，所以呢，咱呢也比较哦较民主了，受着咱过去嘅业，咱互人安尼统治，互人安尼哦来掌握咱，那么过甲真辛苦难，哦啊，真嘅咱哦。 有相当诶自主能力，所以也、啊、希望咱大家啊，哦，尽量啊和平、和爱就好啊。即个世界啊，哦，咱拢是渐大，无任何一个人会当永远救助诶人。哦，著算呢，咱后壁讲到着福德，伊正觉成佛了后，有救助无？ 诶，其实伊诶报体嘛，救助，但是因为啊，惊众生无此智慧无够，来学习伊安尼行持修行诶方法，智使啊，也未到自性解脱，就先来离开啊。所以讲学佛啊，咱要用智慧，哦，咱要相当诶吼认真修行。 毋好受过了迷茫，吼！唔好呢人讲什么款，咱就是啥物款。咱要有,要有自己，吼，本心，要有自觉自见家家己诶心头了定。你相信对一个人发问，你就认真去做就对啊。吼，念佛既简单又方便。今仔日时间，吼，到遮终归结束。 祝大家认真精进，平安顺利，大家合家和睦，大家再玩公进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共同参与弘法立身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户持账号三一六五零八三五，户名黄玉莹，联络电话。 零九七九零四一五一零。